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万。今天这部影片的主题呢，就是 DMZ 的21号建筑物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整个 DMZ 的精髓，真正好玩的东西，就是21号建筑物。快速的节奏，并且考验你对地图的理解，真的相当有趣啊。而等下的影片内容呢，是我在21号建筑物中撤离出第六个武器箱，成功获得 Chimera 蓝图的Gameplay。 影片中呢，我使用的武器是 9K 冲锋枪，在影片的最后呢，会有 9K 的武器配置。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21号建筑物 Gameplay 吧， Let's go。 就能干嘛？哇，你是一甲哦，你很敢耶。我这几天都没玩呢。刚才我看到玩家从那边跑过去。你们去哪儿？你们有人，有人啊、我们要去地下室，我们要找楼梯。有、欸、隔壁动了、啊、隔壁有人在干嘛？右边，右边。等一下，审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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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用、啊、外面了。逃逃逃。哦，9K 真的很棒。我都把他们闪光弹拿走，等下就可以狂丢。你对了，还有人，有声音，有讲话。嗯，怎么找？对，是在这里面啊！哦，那是卡住，那边卡住。不是，我们要找楼梯。找楼梯，要找楼梯。这里。然后这边小心啊，可能会有人。我们要去。档案室在这附近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这边门被开啊。好。这门被开的。这是我们刚刚绕圈圈的地方，我们上一场绕圈圈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那档案室在后面了。对。这附近的这边吧，这边吧。欸、有人，有声音。有人，哦，这是 AI， 没事。有声音，有人在讲话。对，有人在讲话，抖。嗯，这里，进去。有声音哦。我后面有玩家，我后面。OK。找一个，我被闪光弹。倒补掉补掉，汉尼。OK。闪光弹。倒。倒了。全部倒。全倒。好了。他有双枪，我拿一下双枪。可以。哎、欸，那个死敌。哇，这个人拿下杠啊！那我刚刚怎么？他们讲还有声音，还有声音，有人在讲话。双枪拿下，双枪拿下。交给我了。我进去了，档案是在这里。保护我，保护我！等一下，我不会讲。我关门。看你这边有双甲，看你那个箱子，外面在炸。嗯。要进来了。走吧，跟我走。等下仔细有人。我这里，走我这里。OK。阿林，走。还有一队。
干两队嘛。嗯。啊！掉下去了，好油。等一下。你慢一点哦，你慢一点哦。OK。嗯。太远了，哇，没甲了。哦，机枪塔是副造机枪，副造机枪。啊，你这边有大包跟那个进来进来，这边有三甲，有三甲。那我就说，有没有甲可以分我、啊？现在还不能撤离，是不是？这个达到武器箱之后，然后七分钟倒数完就可以撤离了。就是现在它剩十秒，剩十秒就可以撤离了，九秒、八秒。可以撤。我这撤离点在我这。OK， 走走走。在下面这里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鬼啊？吼吼吼！好多。好烂哦！为什么？这只能炸人啊！电梯关喽，电梯要关喽，来来来，你要关了电，汉林，汉林，Take an effective fire。DMZ 攻略啊他除了测武器箱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可以自二楼，二楼我们都没有去探索，二楼可以去、我六个人，我拿到 Chimera 零毒，我剩下第二个，好帅哦。是我，那么这边呢是我影片中的 9K 冲锋枪的武器配置，枪口的部分呢选择使用 X10RR40， 相应作用子弹速度、伤害距离还有后坐力平稳度的加成，这边呢是枪口的一个调整数值。枪管的部分呢我们跳过，直接进入雷射的部分，选择使用 FSSOLEV 雷射，举枪瞄准速度、瞄准稳定度还有跑射速度的加成，开镜更快，机动性更好，让你打近战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。弹夹部分呢选择使用45发弹夹，一定要选择使用45发才够用哦。后握把部分呢选择使用 TrueTech 握把，跑射速度还有举枪瞄准速度的加成，对于这把冲锋枪来讲是最适合的侧握把选择。这边呢是后握把的一个调整数值。枪托的部分呢选择使用 R7 枪托，蹲下移动速度、冲刺速度还有举枪瞄准速度的加成，再一次的增加 9K 冲锋枪的机动性，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。这边呢是枪托的一个调整数值。以上呢就是 9K 冲锋枪的武器配置。我个人认为啊， 9K 这把冲锋枪在 DMZ 在21号建筑物是比 Fennec 还要更加强势的，因为 Fennec 呢在打大量 AI 敌人的情况下呢很容易把子弹打光光，打到没有子弹，而 9K 呢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推荐各位在打 DMZ 在打21号建筑物的时候呢，如果你需要一把近距离冲锋枪，那 9K 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哦。各位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给这部影片一个赞，还有呢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们留言呢我都会看也都会回复哦。那么我是老万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